鬼冲嘅冚家铲，又大就识大，各位市民，我哋系人民力量，人民力量喺度呼吁各位市民，全部香港人，一阵间民阵大游行嘅时候，唔好同差佬硬冚，唔好犯呢啲咁无谓嘅法，差佬会用任何嘅藉口嚟去屈我哋犯法。今日香港已经变成中国大陆嘅样啦，系咪？差佬会用任何嘅，有啲国安喺度噶，有国安嚟，你捉我上个坐洗头洗头顶啦，冚家铲，你捉我上高铁啦，你老尾。差佬会用任何无所不用其极，要系令到我哋犯法，但系我哋系唔会中差佬嘅阴谋，我哋唔会中差佬嘅诡计。总之各位市民会用自己嘅法办法，用自己嘅智慧去对面马路去食饭也好，去成品买书也好。咁啱见到民阵嘅大队经过，咦？民阵大队经过，自己决定参唔参加又好。总之一阵间三点钟，人民力量就会喺对面和平桥嗰度集合。人民力量喺和平桥嗰度集合做咩啊？开街站。我哋连小贩牌都攞埋噶，你告唔到我哋噶，你咁蠢，唔蠢点会做警察啊？唔蠢点会做郑若骅？唔蠢点会做卢伟聪啊？大佬，市民嘅智慧，警察嚟啦，佢哋去啦，佢哋走啦，公民党走啦，去下个街站啦，公民党去下个街站啦，而家佢可以过马路，公民党，你试下而家可唔可以过马路？嗱，睇下佢可唔可以过马路？啊，系，好仔唔当差啊，梗系啦。而家蠢仔先当差啦！嗱，睇下公民党，你中意跟公民党过对面马路又得，系啦。喂，小哥，去啦，嚟啦！嗱，佢而家过马路啦，而家可以过嘅，一阵间佢就唔俾你过啦。总之差唔多时间，你中意过过啦，好自由嘅。香港系一个自由嘅社会嚟嘅，香港唔系大陆啊，咩一国大过两制啊？你食屎啦！人哋一国大过两制啊，一国两制就一国两制，系一国两制，唔系一国大过两制啊！屌你老尾，四个字嘅唔系六个字嘅，冚家铲谢阿林郑月娥。各位市民支持嘅，请捐款支持，继续捐款支持，捐款支持，捐款最紧要，第二紧要，游行同样紧要，第三同样紧要，抗争系最紧要，各位市民。过嚟过嚟，我哋人民力量，你好，呢度人民力量嘅街站。你拣翻呢度坐大龙入边。你得唔得？你嗰度掂唔掂啊？我哋有个波啦，我哋有个大波啊！啲差佬咧就惊我哋个大波啊！佢以为我哋咧呢个大波咧，我梗系唔讲我哋有咩做啦。你点会估到我噶？你估我唔到嘅，俾你估到仲系我咩？你都戆居嘅，你真系。喂，两个啊？空襲啊！襲警啊！嗱，各位市民，嗰啲差佬好驚呢啲波嘅。佢話呢啲係危險嘅事，呢啲嘢喎，呢波啊，我驚呢啲波喎，呢啲波啊，呢啲啊，林鄭月娥啊，馬時亨啊，梁振英啊，好驚呢啲波喎，好驚呢啲波喎，好驚喎，佢話好驚呢啲波。劉曉波你又驚，世界波你又驚，陳建波同埋陳茂波你又唔驚。是不是陈建波和陈茂波是最人渣之霸啦，直头呢度冇陈茂波，呢度冇陈茂波啊！呢啲咁嘅世界波，你惊嚟做乜啫？嗱，过紧马路啦，你啦，工党都过紧马路啦，喂阿 Sir， 拉佢啦！你做乜成日针对人民力量啫？你唔拉佢哋啫？啊？过啦嗱，嗱各位市民，你趁你嗰啲差佬咧未封寮路嘅时候咧，响声过对面美珍香啊，响声同我买猪肉干啊，今日特价美珍香猪肉干，七一大特价美珍香啊，美珍香大特价，哎呀，全部啊几万人啊，过对面美珍香啊，大特价今日点拉我啊，咁都拉到唔系啊，夹硬拉系拉到嘅，总之夹硬拉佢梗系拉到，佢乜都拉到我噶，佢乜都拉噶嘛，其实而家系咪先？唐林玲嗰啲又唔拉，阿婆十五个差佬围住一个阿婆拉噶嘛，而家各位市民捐款就捐款，喺度聚集嘅就少，呢度系可以聚集噶，因为呢度系行人专用区嚟噶嘛，行人专用区系冇犯法噶，唔会听你警察讲噶，因为警察讲嘅嘢咧唔听，调转听就啱噶啦，而家今时今日嘅香港，警察讲嘅嘢调转听咁就啱啦，政府讲嘅嘢调转听咁就啱啦，政府话 A 你就话 B 咁啱啦，而家啊各位市民，呢度好多人啊，几千几万人喺呢度，各位阿 Ko 阿 Sir， 嗰啲市民咧嘅嗱唔俾人过马路啦，开始唔俾人过马路啦，有铁马啦，嗱各位市民自己搞掂啦，啊自己自由行，冇自由。自由嘅你好，啱啱我講得係咪有道理先？食腦啊嘛，而家食腦最緊要係食腦啊！而家食腦啊，知唔知啊？食腦佢拉我唔到，亦都過我唔到，夾硬嚟梗係得啦，夾硬嚟你咪你屈我強姦都得㗎。
非禮強姦佢都得噶，你夾硬嚟係乜都得嘅。但係你而家唔夾硬嚟，你係告我唔到嘅，你拉我唔到嘅。各位市民 ，OK， 好簡單，講多次，捐錢就捐錢。我哋呢度係人民力量，呢度係人民力量嘅街站。各位市民，呢度係人民力量嘅街站，呢度係人民力量嘅街站。捐錢就捐錢，一邊有係咪有啊？喺對面買唔買超乾嘅買超乾，大家警察就喺公路唔俾你買超乾㗎啦。喺個公路之前再買超乾就啱啦。哇，好鬼熱！又要先買碗啤酒飲下先，飲唔飲啤酒啊？你哋喂，屌遊行抗爭唔飲啤酒點得啊，大佬嚇？飲力 Q 啊！哇，威士忌啊！屌你睇波唔飲啤酒得？今晚西班牙大戰俄羅斯，俄羅斯讓平判買西班牙冇嘢講啊！係咪咁講啊？克羅地亞對咩啊？丹麥，克羅地亞對丹麥啊？未當呢場啊？係咩話？冇啊！我中咗喎！我琴晚買咩喎？我買下盤喎！唔係第一場下盤係咩啊？第一場下盤，法國，阿根廷平判讓法國喎！你中意法國？我都係中意法國㗎！法國佬我最中意啊！法國佬係啊！點啊 Sir？ 你夠唔夠長啊？呢條片啊，我嘅意思就係。唔中意跑咩啊 ？Yeah， hello， we are people power， the progressive democratic party， people power， progressive democratic party in Hong Kong。Today we ask the people unite together to join this first of July march， to show the people power， to voice out our need， to protect the Hong Kong value， freedom，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assembly， freedom， democracy， human right。And our human dignity, we are people power. We support all Hong Kong people unite together to fight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and the Hong Kong Communist government. I will recap in Cantonese, 因為啲差佬咧係唔識聽英文嘅啲差佬，所以我講廣東話。我哋係人民力量，人民力量咧呼籲各位市民係出席呢個七一遊行，係同呢個香港嘅政府講，我哋唔要你呢啲垃圾政府啊！我哋唔要豆腐渣工程，我哋唔要陳帆，我哋唔要馬時亨。我哋唔要地铁呢啲公司，呢个系我哋好简单嘅。屌嗱声啊，冇人讲港独。如果我哋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系冇人讲港独嘅。而家就系冇民主、冇自由、冇人权、冇法治，咁你好难怪人哋讲港独噶。你老尾，你 DQ 我啦，因为我呢番说话扑你个街。人民力量一路讲嘅就系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我好中意刘晓波啊！我中意刘晓波，唔系因为佢我没有敌人。我中意刘晓波，系因为刘晓波话中共解体，人民自由。如果中共唔解体，人民系会有自由嘅。所以刘晓波讲嘅系中共解体，人民自由。如果有人问你，你支唔支持港独啊？我唔使同你讲港独，我支持嘅系中共解体，人民自由。呢个系刘晓波讲嘅，各位市民啱唔啱？選立法會啊！你哋唔怕佢講呢啲？你講港獨啊？咩打柒習近平啊？謀殺林鄭月娥？你講乜都得噶，我就唔得啦，因為我要選立法會，佢會 DQ 我嘅。唔緊要，我係唔會因為驚俾人 DQ， 我就唔講中共解體人民自由嘅。我今日大大聲講，你錄咗我影，將來用嚟 DQ 我，我唔理你。中共解體人民自由係我同劉曉波一樣，係香港人嘅意志，就係中共解體人民。中共解体，中共解体，人民自由，中共解体，人民自由，中共解体，中共解体，中共解体，人民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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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阿小老師做緊錢啊，張老師，快啲去籌錢。
俾小梁老師，佢要選舉，佢好慘。小梁老師係啦，支持佢，人民力量都支持小梁老師出戰九龍西，大戰都會民。OK， 好簡單，你受皮啦，差佬，好仔唔當差。你哋啲差佬十五個人走去拉嗰啲阿婆，你咪叻咯。我哋系为全香港人而战，希望大家捐款支持，希望大家捐款支持。我哋呢个群组咧，实在需要大家支持，多谢。我是長毛，右手邊多謝，右手邊多謝多謝，右手邊，我是長毛，看不到我，右手邊上面，各位，合正錢，右手邊行埋嚟，捐錢，我是長毛，右手邊，右手邊唔該，右手邊唔該。右手邊唔該。真的希望大家能夠將錢支持我們，我們這一場多年的時代支持。
謝大家，呢一場唔係淨係九龍車嘅仗，亦都唔係我哋小團隊嘅仗，我哋係為全香港嘅民主運動而打嘅仗，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因為我哋真係海食得好大，我哋海食得好大，呢幾年咧，我哋係面對天文數字嘅維穩費，希望大家捐款支持。我哋真係要就戰到底，希望大家捐款支持，多謝大家。各位市民，呢度係小人民主教室嘅街站，希望大家能夠捐款支持我哋。未來一場，未來一年，我哋好勝得好大，希望大家能夠捐款支持，希望大家能夠捐款支持。我哋唔怕中永民，都唔怕黃美芬更加唔怕共產黨，但我哋冇錢。因為我哋要打仗打咗半年嘅，希望大家捐款支持。我哋要打咗半年嘅硬仗，實在冇錢，人哋天文數字嘅維穩費，我哋咧窮到窿，實在需要大家捐款支持。希望大家要捐款支持我哋去打呢場時代之戰。我哋係為全香港嘅人而戰，我哋係為全香港嘅民主運動嘅歷史而戰。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捐款支持我哋去打呢半年嘅硬仗，未來半年。海勝得好大，多謝大家支持，多謝大家，全香港人一齊努力，多謝大家，我哋七一遊行都辛苦，多謝香港人都辛苦，多謝大家，都希望大家捐款支持我哋。乜嘢？你講乜嘢？乜嘢事？我見到佢哋啊，我見到佢哋真嘅喎。你要用個腦，你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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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頭先跌咗，執翻俾阿 Sir。阿 Sir 頭先呢支槍跌咗，執翻俾佢。好危險㗎，呢度好近鎮宇涌公園㗎。喂，就係共產黨嗰度國家級嘅選舉機器。喂，萬邊，喂，陳志全，萬邊。我仲會做多一件事，我呼籲呢度所有嘅市民啊，日日啊嚟立法會，我申請一張訪客證俾你，我譚德志議員申請一張訪客證俾你，你哋攞住呢張訪客證就入去立法會嗰度，一日到晚喺立法會嗰度行嚟行去，喺度做乜嘢啊？見到梁君彥你哋會做乜嘢啊？你哋自己，哎冇錯啦，見到謝偉俊你哋會做乜嘢啊？系啦，打招呼，打招呼。見到周浩鼎你唔好阻住我開會喎，你同佢打招呼喎，知唔知啊？你問候阿梁君彥啊，問候謝偉俊啊，問候梁美芬啊，問候阿蔣麗雲啊。喺立法會，你唔好阻住佢開會，因為咁樣係犯法嘅。但係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我申請一張訪客證俾你入去立法會咧，你就好多退休人士啦。香港嘅退休人士就係我哋嘅抗爭力量啦。所有退休人士攞張訪客證入去立法會，一日到黑行嚟行去，見到梁君彥就問候佢咯。做乜嘢？你做啲咁嘅陰質事啊？你嘅祖宗十八代又而家點啊？你嘅身份俾人起咗未啊？問候下佢，唔好阻住佢開會。呢啲係唔犯法嘅，呢啲係全部香港市民都可以做嘅。呢、這個就係真正嘅人民力量啊！我話俾各位市民聽，啲人冇腦啊嘛，佢諗唔到我哋嘅抗爭可以點樣做啊嘛。其實我哋嘅抗爭仲有好多好多好多想像力係未諗曬嘅，所以各位市民，你聽人民力量講，你唔使犯法嘅。你唔需要犯法嘅，個成本好低嘅。如果正如我頭先咁講，攞張立法會嘅訪客證入到立法會，搭你搭起你人，你一日到喺立法會呢度搭嚟搭去，你撞到工聯會嗰啲就問佢：喂，你六七暴動嘅時候嗰啲土製菠蘿係點樣放㗎？我其實都想放喎。你當年嘅港英政府係撲街，今日嘅中共政府可能都係咁撲街喎。你教我兩招放土製菠蘿得唔得啊？咁樣，你咁樣同佢講，然之後拍片擺上網。唔使搶人手提電話嘅，唔使做犯法嘅嘢嘅，仲有好多好多好多事我哋係可以做嘅，各位市民，食腦啦，唔該你哋，食腦啊，知唔知啊，各位市民，唔好俾差佬拉，差佬而家搞唔掂，差佬搞你唔掂，政府搞你唔掂，佢要夾硬搞嘅話，佢要夾硬搞啦，一般嚟講佢係搞你唔掂嘅，就搞你唔掂咯，呢個就好簡單，各位市民啊，我哋係人民力量。你可以捐款支持人民力量，人民力量而家冇任何大財團支持嘅。你知我哋以前嗰啲大財團，我哋俾佢害到雞毛鴨血啦；蕭若元，我哋俾佢害到雞毛鴨血啦；以前黃毓民，我哋都俾佢害到雞毛鴨血啦。而家人民力量得翻兩條友嘅啫，基本上雙箭頭，一個就係蘇亞雷斯，一個就係卡維尼，就係得翻兩個雙箭頭嘅啫。人民力量而家咁雙箭頭都搞得死，搞得死咩啦？琴日胡同話你俾雙箭頭搞死咗啦，就係雙箭頭就得噶啦，打一個快攻，穩守突擊，唔好亂咁俾差佬拉。琴日嘅烏拉圭同埋琴日嘅法國足球隊，就係俾咗人民力量同埋香港人嘅抗爭一個最大嘅教訓，就係、是、第一要穩守突擊，唔好俾差佬告你暴動，唔好俾差佬告你其他嘢。佢可以屈我非禮啊，屈我性騷擾啊，屈我強姦啊，屈我黐線啊，屈我乜都得。但係正常佢係屈我唔到嘅。第一係穩守，第二係突擊，用嗰啲智慧，用速度去突破佢哋。今日嘅七一遊行，佢要逼我哋入去維園嘅草地嗰度出發。各位市民，佢唔俾我哋喺東角度出發，我哋冇人喺東角度出發嘅今日。大家明白，因為差佬影住我。我今日同大家講，今日係唔會有人喺東角度出發噶。你有幾千個差佬喺度，冇人會喺東角度出發噶。之但係啱啱啊，係咪啊？冇人會，你好，冇人會喺東角度出發噶。但係嗱，呢個工黨嗰啲又走啦，職工盟嗰啲過曬去啦，佢哋。因為佢哋知道民陣嘅大隊就嚟行啦。呢、這個時間大家一陣間可以過去對面美珍鄉大減價，冇人。
由你呢度出發啊！民主自由行，我哋呢一個叫做民主自由行，因為人民行路嘅自由係自由嘅，我哋係唔需要受到警方嘅規，自己自由行啊！我頭先講咗啦，第一條路喺呢度過去對面美珍兩買豬肉乾，兩買兩包送一包牛肉乾，呢個第一條路。第二條路行呢條行人路，去到波斯富街過馬路，或者波斯富街上行人天橋過去對面波斯富街。第三條路喺呢度後面，後面行銅鑼灣書店、洛克道，去到銅鑼灣廣場食蛇嗰路，行過對面波斯富街，行馬路或者行人天橋。第三條路、第四條路入去崇光百貨公司或者呢個地鐵站，入去落去樓下，去嗰邊 F A B C D E F 嘅出口，喺嗰度上翻嚟去美珍鄉買大減價豬肉乾，買兩包送一包牛肉乾，又係得嘅。我咁樣講，差佬係過我唔到嘅，佢哋仲要錄咪錄咯。我最多片就係喺亞視 ATV 同埋喺警察嘅手上。而家我暫時嚇、我又講笑話啦，又嚟啦。我飲咗一打呢啲，有冇啤酒啊？凍啲嗰啲啊？各位市民記住，去到政府總部，即係我唔知道你點樣去政府總部啊！我哋去政府總部係自由嘅，冇犯法嘅，冇人禁止我哋行去政府總部嘅。去到去政府總部好簡單，政府總部有一個民陣嘅走位，借開，我借開。我唔怕啦，屌有啲人話，有啲人話，有啲人話。有啲人話遊行，遊行，金城武話阿沙怡好飲啊，有 Angel Ring 啊，係咪先？我哋唔怕車永文，亦驚唔怕共產黨，再參與嘅人士。所以香港人咧，有啲人話香港人好低迷，其實都唔係好低迷。而家香港人係要食腦啊！嗰啲有啲人中意去煲底嗰度集會啊，嗰啲啊，有啲香港人唔中意去嗰啲地方，因為覺得只要做嚟做去都係呢啲。所以諗多啲嘢，正如我頭先講嗰條橋啊，如果你識譚文豪啊、楊岳橋啊，或者民主黨嗰扎即係騎呢啊咁，你問佢哋，喂，你哋如果你哋唔得閒開會，你申請張職員證俾我入去啦、啊，俾我入去問候啊嗰啲嘅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啦、啊、咁樣都係一種抗爭嚟嘅喎，各位市民，你叫嗰啲民主黨同埋公民黨嘅，同埋揾阿陳志全人民力量，叫佢申請啲訪客證，每日十個八個喺立法會度行嚟行去，見到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見到嗰啲政府嘅高官，就問候佢，問候唔好阻住佢開會，因為阻住立法會議員開會咧係犯法嘅，但係你入去問候佢，拍片擺上網。
我啱啱影到出嚟，已經即係一班人聚咗喺度。我使過馬路定喺馬路邊間度屋企啊？即影住條馬路嗰度 OK 係嘛？得啦，我見啦，我見啦，係咁啦，拜。
人啊。好，麻煩多位少少，唔該曬。
記者喺。支持翻佢哋，同埋有唔同。
Thank you.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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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翻埋嚟啊！扣翻呢只系啦，扣翻呢只。哇！咁不如咁啊！扣翻啦！
未配合，有一年有幾
Thank you.
面對警方的挑戰。